你是这次是来参观展参与？哦，没有啦，我是在这里就来训练的。哦，来训练。顺便走走，是学生吗？还是学生？英国啊，你了解我们这样的活动的大概？大概。这几天都有开始在看新闻。哦，这样的。你认为你的想法是为什么来参加？来想了解啊，是怎么样这个活动？我觉得是这样子不错啊，就是你们的民调蛮强，因为我们国家就没有。哦，你们那边是没有？没有。好，不行这样。英国，你以为跟我说我们这样的活动是没有？英国那边是马来西亚。啊，你有没有看到我们这一段的时间的新闻报道，种种的一些事情，你了解吗？不是很了解，可是就因为讲得太，就是可能因为我都没有在 follow， 前面一段我都 miss 掉了，所以我就可能没有 follow， 了解到我们政府的做的一切了哈。了解，哎，您是请问您是哪一国人？那个马来西亚，马来西亚，所以你马来西亚也遇到这个问题，他们没有选票。我们到处求救了，我们在到处求救。可是你跟马英九求救应该蛮有效的，因为他会教你怎么做票。就他们马来西亚是用做票的。对啊，做票。我们今天刚刚三月份的时候有那个选举，哦，就逮着大雕了。哎，你会讲吗？哎，可以搞的。福建人，福建，我爸妈是福建，所以应该也会讲台语，一点点一点。要多学一点，应该听得懂吧？听得懂，不完全啦，大概大概。那我们来当场测一下。 福建台语是不会讲，今天的懂，听得懂。婉姐都听得懂。不完全啦，大概大概。那我们来当场测一下。你要讲马英九吗？不，你讲一般讲马英九落台。啊，没啦。我对这件代志的了解到什么程度？就一点点啦，就知道说为什么你们要跑。我觉得好是好在说你们的民主权，就是你们的人民有权，那就是你们可以上个街，然后可能。 部分时间都好像都有效果吧，没有吗？哎，至少有一点点吧。那躲起来了。我们那里是没有，要人数够多，可能会。对，自从那个2008年到现在，我们很好，小像说那个像前年一场，那刚好学运，他们就是发动非常的，就停几天就过去了。所以他说，你去。 就是你去办，那反正我不理你，他看你们撑多久，就这种心态。可是你们至少也可以上街啊，我们那个上街会被 tear gas， 就是那个警察会来，对啊，然后那个车队，然后警察那时候我们那时候上街，你们可以去 YouTube 查看，然后就有些人会头破血流啊，然后还被抓去警察局，那就是在。 跟我们已经的状况，对对，所以是你们对，所以你们就比较进步了一点点。那我们那里就不行。我们那时候会离谱到，我们其实在世界各地都有办，然后我们世界各像纽约、伦敦、澳洲，就是世界有马来西亚人的我们都在办，对，我们都很大城市。然后可是到最后还是坐票啊，他们只是到最后让我们在国外，所以其实我在国外我有投票。 可是后来那个成绩是，应该怎样？他就坐票的，里面公共的首奖就对。啊，一定是境外投票。对，我在国外有，就是第一次让我们投票，然后我在国外都有去投，还特地飞去伦敦投票，可是还是就是没有效果。对对，没有效果。然后他们就是连你要在外国投票，你要去。 申请嘛，然后那个申请也是有些人拿到，有些人没拿到，然后没拿到也没跟你说为什么这样子，所以就非常的明显，非常的严重。对，就刁难啊，就刁难。所以很多就可能你是伦敦的人，那你投票是在伦敦嘛，那你申请就很简单啊，就搭个捷运就到了就可以去了。可是那些人都没申请到，反而是外边什么欧洲哪里哪里又要从欧洲飞去伦敦去投票，大家都有来，都有去。 对啊，可是还是结果的效果好，我要走了。好好好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。